用他那个喷吐。好忙。专业的爸爸，这个哭声是饿了的哭，还是小拥抱的哭？他很生气，他很用力。你在干嘛？生产完才是辛苦的道路，是喂奶。怎么了？痛。这位爸爸，我们刚刚另外那个女儿吃太饱喷吐了，喷吐到 everywhere。用他那个喷吐，这个喷。好忙。爸爸要跟你讲，情绪解决不了问题，好好讲，我们就可以一起解决问题。告诉各位，没有一个爸妈不爱你。不管怎样，你们还是长这么大。OK， 你爸妈就算再坏，还是要你们长这么大。